我们表演课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跟王静试一场戏，我讲一些很肮脏的话，然后一直把他逼到角落，我还假装要把皮带再抽出来，要感觉要再对他做一遍，他就整个啪大哭。脑地斗鱼变渣男，落水失温没知觉。我那时候一结束，王静坐旁边，然后我坐旁边，我就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就不太敢看他，因为那是我跟王静第一次碰面。哎呦，全都是为了让电影更好啊。导水戏是身体比较痛苦，那强暴戏是心灵比较痛苦，所以那阵子算是比较压力比较大。大概有几交往过几段感情？差不多三段，因为我一段我都在一起差不多三年或四年那种，最近很久了，最近都应该三年前了，三四年前了。那么久没谈恋爱，不会觉得少了点什么？唉，少了点。还是会觉得是渴望啊。娱乐动新闻比较容易跟已经是朋友的人来电哦。报道。